又在故宫里上课，你都不觉得稀奇？你会觉得这每个人就跟医务人员一样，坐得住这是第一位的。其实它的意义就是练你的耐心。恢复机能这四个字包含的内容很深的。静下心来，我研究它，了解它。漫画里的主角都是为了保护某样东西才燃起来。咱们这个事儿也一样。他的画意在这儿。不能翻。张翰，越想越好。等会儿。这个笔怎么做？旋着腕。一百级。可能就是想跟故宫的比试比试。也经历了一些非常迷茫的一个过程。能坐下来，能待得住的，真是不容易。就得有这种耐心，慢慢去弄。这个家庭宣言，这是我父亲。现代人已经不会再选择这个。后继有人呢。左门啊！还不熟，看人家先走。有年轻的呢，就年轻的来上。师傅在后边指点。不能化妆，不能喷香水，不可以做指甲。不化妆还自然美呢。对。没有人欣赏，这文物就没有价值。一个不完整的文物，你让大家欣赏，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。这人的一生中工作的这几十年，回想起来挺快的。快乐全在幸福上，有自己的成就感，还真是有点恋恋不舍。老师有意思吧？